感恩妈祖莅临心灵。在新国高中旁边经过，感恩妈祖莅临心灵寺。下降的阵头，还有宋江镇的队伍，感恩妈祖莅临心灵寺，地址所在是新国高中，现在经过的路有乐仁街，还有新国高中西边的铁路旁边。地和街这边，感恩妈祖莅临心灵寺，哦，各种阵头队伍很多，新国高中还有女学生在训练军训的队，精神杂术，还有泰国歌曲训练等等。感恩妈祖，还有太上圣王、六祖千岁、东皇元帅、内卫真尊神。神威广披台湾子民，哦，那个打鼓队的阵容坚强，哦，还有踩高跷的队伍。踩高跷的队伍，哦，那边也有队伍。